那买钱买个子掉成花钱买俩冠军配上就飞，那别人就甭玩了，是不是？这也是一样的。配着好来亲的是就这个，你看看这鸽子这当角，第一我看鸽子当角必须好，颜值必须好啊，鲜口。你看这底上面上层次分明，像这种鸽子，你看有能放还能多种。这鸽子，他父亲母亲都是高位将官，这只神州辉煌，他父亲是在辽宁飞的鸽王冠军。但是他讲究，我看的怎么就他就是一个。你有时候你看啊，你看不见，你看这个黑瞳孔旁边这有一个线口，这个线口有宽有窄，你看这个底煞，什么叫底煞？你看底下是透着，对对对，透底，你看这种鸽子，你看，哎，这种鸽子就是又能放飞，又能做出来，又能放飞。这只鸽子在东北现在发挥的特别好，我引进了以后让咱东北给引进了。大街都是对，我也能做的对。你看，都是对，这是魏哥，对对，哪都对。配点玉米啊，配点玉米。陌生的难过，心情变成泡沫。街头有人唱着，离开后我更快乐。孤独是深灰色，我看见有烟火，就散了却一路也散开。这是准备一厘的，怎么刚才加牙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水里面有吗？啊，水没有，是过完十以后成个一刻钟单位。看这都是东西。这窗外你和他轻声说的情话，晚风不再温柔，声音也变得嘶哑。十多天，十多天，十多天。姐夫，这门叫哪儿啊？叫神州的。啊，怎么叫神州？哎，对，怎么叫神州的？花的吗？他出花了，他老鸽子没有突然素的，他本身就出花了。他父母歌也是两个都是成绩歌吗？啊，对，一个成绩歌，一个种歌。啊，这个种歌是回血的。啊，种歌回血。啊，种再配。哎，对，种再配。我把这个也叫种再配。啊，我把这个叫种再配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。那、啊、如果这两个鸽子种再配，这两个还粘着枪。事实必须。你看这小鸽子下窝了，你看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嗯，哎，这个明后天就要走了，等工棚了。这叫哪儿？叫那个黑龙江的冠鱼。嗯，得了，就这，我也是准备待会儿一喝水了。